发轩说他没有吃过雅尼克的生乳卷，因为小美说超好吃。你说你吃过吗？我吃过了啊。然后你说很好吃。对啊，我觉得它很好吃啊。它这是保冰袋。对啊，你可以贴在额头上了。而且不然你都说我之前买那个退冰贴都没用，这才是有用的东西，这才是有用的哦。啊，等一下，我没有刀子哎。哦，完蛋了，有啦，刀子在下方。它为什么下面有个刻度啊？它让你切几公分。它上面有个刻度表哎。你转错边了。啊？你转错边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它飞起来了？这样哦。耶，鸡卵糕。两公分哦。你为什么不用锯的？哦，锯锯锯锯锯锯起来，锯锤瑞斯。耶、yeah ！是不是有点危险？不会啊，小心它会染掉。哦，那蛋糕撞你。好哦，那好好吃哦。你怎么把它锯开了？巨锤瑞斯，这才是真正的巨锤瑞斯。这样子你看，我们还是吃得到料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好哦，这样子也是可以的，蛮好吃的。嗯，吃起来如何？我比较喜欢乳酪蛋糕。难怪雅尼克不会找你代言。好哦，那我要改口，这蛋糕太好吃了，雅尼克蛋糕真的是名不虚传。好。难怪他会很想代言，这件真的太好吃了。你要说吃起来就像少女的酥胸，你想被黄标吗？没有啊，那是那个啊，那是马卡龙的代名词。真的吗？对啊，马卡龙的代名词叫做少女的酥胸。我们要想办法说出一些很厉害的词。这吃起来有浩浩的味道。晚餐吃蛋糕当吃蛋糕选当晚餐，有点硬哎。那有吃比你多了哎。对啊，你吃了巨锤瑞斯单位的蛋糕。巨锤瑞斯是个单位哦。五分钟也是个单位啊。好、哦，我们把一条蛋糕刻完了。对啊。